嗨，大家好，白鱼菇以后不要炒着吃了，把它放入到空气炸锅中，出锅就是一道经典美食，吃过的人都说好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先准备3块钱一斤的白鱼菇，把它放入到盆子中，加入清水清洗下，把里菇清洗干净以后给它捞出来，加入些蚝油，一小勺的食盐，再加入新烧烤料，把它们抓拌均匀，使我们的白鱼菇全部裹满我们的调料。抓拌好后，我们再加入些食用油，再简单的抓拌两下，让我们的食用油全部把它们的水分给锁住。抓拌好以后，把白鱼菇在盆子中给它腌制10分钟，把腌制好的白鱼菇放入到空气炸锅中，用一张厨房用纸均匀的给它摆开，然后放入到空气炸锅中，空气炸锅温度150度，给它烤10分钟，出锅了，哇，好香啊！把它们取出来，我们的美食就做好了。白鱼菇这样做比吃烤金针菇还好吃。天气越来越热，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胃口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白鱼菇这个做法，吃完以后啊，保证你胃口大开。今天白鱼菇这个经典做法就奉献给大家了，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，在家做做试试吧。